断食的生理反应，我们吃下营养成分，它往往呢要超过身体所需的分量。这些多余的营养会通过化学变化，贮藏于我们身体的器官和肌肉中。比如说，多余的淀粉呢，主要储藏在这个肝脏中。多余的脂肪呢，储存于皮下脂肪层，就是我们中间这个说这个赘肉啊。多余的蛋白质呢，那就存于肌肉中。那我们一旦断食，我们马上就会把身体所需的营养成分透析出来、深析出来，来供应我们日常的能量消耗。那最先吸收的是肝脏的这个肝粉，其次呢就是皮下脂肪，再次呢就是肌肉，所以断食它就出现这个减肥，这是首先的啊，这减肥首先的，然后再大的消耗就是开始肌肉啊萎缩，这是指长期断食来说的。断食时呢，这个基础代谢啊，就是说所说的这个标准代谢，是维持生命所必须的最少的限度的这个代谢。这时候呢，这个代谢啊较为富庶，但不会立刻危害我们的健康和生命。这是因为体内的代谢减低了造成的。由于绝对的靠最基础的代谢维持生命，所以这时候呢，身体出现消瘦状况。不过，中枢神经和骨骼部分，它绝对不会受到影响，也不会影响什么造血机能啊。所以，身体啊虽然衰弱，但精神呢并不会衰退。断食中体重显示代谢功能的变化，随着断食的进行，逐渐的递减。凡是体重它减少到40%以上时，就会有生命危险。但冬眠中的动物呢，比如说狗熊吧，它这个体重啊虽然是大减，但仍能在这个树洞里这个睡眠呢。它维持长时间的生存，所以人类的断食啊，它仅仅单单的消耗自身的细胞，说大约可以这个生存60天以上。那有科学家呀，就对5个人进行了12到20天的6次断食实验，来分析他们身体所产生的各种生理反应。那体重减轻的情形，是从仅是第一天，到3至5天，最为迅速的。这一天呢，减重，1公斤，或者是1.5公斤左右，就是2斤到3斤。从第5天前后呢，每天就减至半公斤。10天以后呢，就是减为这个，0.3、0.5公斤，所以以后几乎都是一定的速度在减少，这是由于呢身体你适应了，使身体的消耗啊，它达到最小的限度，那你断食减少到开始时的那40%这个体重的时候，它是不会死亡的。但是要到这种程度，就是你剩自己体重的40%的时候，这个都要到4天左右。那内脏器官的变化呢？首先是说脾脏、肌肉它的减少的情形，这个神经系统、这个骨骼呀，它不会，这个副肾呢和甲状腺反而增大，是胃酸呢，断食最难过的。吐酸水呀，头几天啊，
因为胃刚开始那个胃啊，它仍然分泌胃液，然后觉得特别饥饿，这是最难熬的，这是断食的初级啊，减食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，觉得很饿啊。但是你真正断食3到5天以后就没有了，因为你不停止分泌这个胃酸了啊，1礼拜以后就根本就停止分泌胃酸了，这时候就不觉得饥饿了，不觉得饥饿了。这个过程不难，断食的过程不难，是最简单的。但是可能中间出现什么呢？就是出现可能有的人出现私心杂念了，啊，什么会饿死啊，怎么地的，这时候动摇犹豫啊，然后这时候就恢复饮食了。大部分人这个断食是这样断的，包括我啊，我断食最长的17天以后，然后我就出现啊，我就说哎呀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因为咱也不是修行者是吧？然后对自己这块放松了。实际上真讲究。作为严谨的灵修者来说，这个时间是应该相应的延长啊。我可能因为点工作的关系，还有挺忙的，有点这个因素啊。总而言之都是理由吧，不是一个坚定的这个断食者啊。那个说肝脏啊，再说肝脏呢，它那个脂肪非常的增多，然后呢肝糖它减少了。说血液呢，血液脂肪为了聚集在肝脏啊。要那个由血液来这个输送，所以血液的成分呢，也增加了这个脂肪，血液里也增加了脂肪，这个排便呢，大便就减少了，完了成黑这个绿色，这个奇臭无比啊，这个就是宿便，这个排出来呀，就是很大的很高的水平了啊，这个很好，排的就是宿便，这宿便有的人呢有几公斤，有10几公斤。啊，从几公斤到十几公斤不等，最少的是6公斤。咱们一般的来说，断食10天大概能排出6公斤来，就是这个发黑的，这叫宿便啊，不是咱们平常正常饮食那个，这是挂到肠子上，因为肠子在你，就那个断食以后，它就这个它继续还在蠕动，它就在蠕动，但它不分泌胃酸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。排着这个宿便呢，就被蠕动就挣脱，这个它就下来了啊，分离了和肠道，所以这个宿便排了以后呢，这个身心觉得完全被净化了，是吧？然后这个尿的颜色呢变浓啊，变得味道特别大，有的尿特别味有那个味道，是吧？然后那个就是我们身体那个从肾脏里它排出这些废物，是吧？尿变浓了，这个生理机能从视觉来说呢，视觉、听觉还有触觉异常的灵敏啊，这个记忆力还有这个记忆力和联想力特别增强。那时候我就想，怎么开始自己思考自己的人生啊，这个也思考自己的历程啊、未来呀、这个过去啊，都是思维也挺快的啊。然后这个嗅觉灵敏，这是确确实实的啊。嗅觉变得特别灵敏，还有这个触觉、听觉，这个时候呢，脉搏和呼吸啊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啊，但血压呢会下降了，血压会下降，因为你咱们暂时用不了那么多的能量，所以血压下降了，动作要慢啊，这时候动作慢，不可做激烈运动啊。说白血球增加，所以说白血球增加是什么？白血球增加的结果就是不感冒，断食期间没有感冒的，这是不是确实就洗冷水澡它也不会感冒，白血球在第一周呢它没有改变，但第七天以后一般呢都会增加，从第11天起啊就开始增加的非常迅速，然后，增加的很多，这时候它就能消灭病菌了，完了提高免疫力了啊。这个再说舌苔，这舌苔呀，舌苔就是生长这个白苔呀。这个这时候要长期的用那个蛇那个刮的那东西，这蛇钳叫什么那个啊？用那个刮舌苔啊，要刮舌苔，不在外面洗澡啊，而且要刮舌苔啊，排宿便，这都是清除体内毒素的啊。身体这个舌苔减少了啊，舌苔清洁了，说明你这个断食断的。是比较好的，